今天测试的是20马力的柴油机，通过软连接的方式，伸缩传动轴软连接带动的一台6寸压井泵，拖车款带4个支撑。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遥控启动的一个一键启动的一个方式啊，来启动这台机器。 可以加减油门，这个是比较方便。